熟悉电影发展史的朋友都应该知道，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电影是诞生于1927年的《爵士歌王》，这是一部歌舞电影。而短短的五年之后，中国的第一部歌舞电影《芭蕉叶上诗》就是在上海问世的。而从五朵金花到阿诗玛，从好莱坞到宝莱坞，银幕上的载歌载舞成为了留存在一代代影迷心目当中的美好记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中外经典歌舞电影的组曲当中来感受这道电影艺术的特别风景线。As we all know, music films are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world cinema. Now let's enjoy a medley of classical music film from around the globe. 有请歌手周笔畅。
Thank you.